你这样很像什么外太空的那种？对啊，武侠人科技感。哎，这样穿怎么走都不怕啊？那你没有选没有选，对，这很多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样弄完了以后，以后我跟你讲，雨伞都这样设计的啦。其实是啊，其实你这样走就不怕啊。好了，不是啊，你那伞把勾在哪里啊？你伞把勾在哪里？哎呦，伞把勾在哪？勾在背上啊？没有没有，是勾在背上吗？对啊，没有。我跟你讲这个哈，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。爬山的时候下雨啊，也会有这样子的设计，会把雨伞插在背包上面。对，然后这才是最便利，这样很方便。对对对。可是这样子，你跟人就不能够太接近讲话。对，其实我跟你说，我在变强了，差太近了吧？哎，但我们哎，这样很好，你知道吗？同一组人要站在一起。啊，有啊，我们在一起，但他。很近不行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个防护罩，你吐到我没关系，你就吐。你可以看，不，我没有怕。这很重要，重要是赶快找气球。哦，找气球。对对对，这下雨天怎么很怕人家把伞收起来？哈哈哈哈哈！收伞，哎，没下雨啊，我把伞收起来。看起来，哎，我伞，我不舒服哎，不要动我的伞，好嘞。不错，你看起来真的蛮不错，到这边目前为止都没湿哦，干的。因为整个包了，真的很好。对，聪明啊，厉害了，可以玩游戏了吗？还是尼可白，尼可白也这样黏到我？不要，跟笨蛋一样。笨蛋，笨蛋，他们说我很科技，你说我笨蛋。傻瓜殿下就对了，对。好了，来来来来，来限时十分钟啊。好 ，Let's go。来找找找找找，好，我找我先找。一起。哪里有气球啊？它是有箱子吗？对啊，应该是会有箱子啊。啊，我看到了。赶紧需要两米好，好就两米好，对吗？放进去。好，你看你们，有没有飞走了吗？没有。哇，我这很酸嘞，还好是我，女生根本不可能。不行啊，我可以拿下我的屁股吗？啊，他叫我抬不过，这这么大哦。好，下一个，还有纸条，有纸条，哦，打开看，打开看，恭喜获得100元，来100，哎，不收钱啊，100，100，哦，你们累积的还是给吗？对，你自己不接打，哎，我的充气也在那边，接过接过，我没有。
对呀、啊。我、啊哦、这边好小。好痛，好痛啊！100，100。怎么都是100啊？对，100。看看哪里有。啊！哎、欸，我们的东西啊！打气他。啊！又不行。三还有。小心，慢慢走。哪边？哇，这么边哦！哎，那这个应该是多的哦，这个多的哦。啊，我们收这个外面就可以了。我看到好多个。看到好多个。对，那让我看。那边还有。树下，哎，那根嘞？拿走了，他拿走了。这边他们刚刚被翻过，树下好像，哎，你看上面这边，
这边好像没被看，这边是。对不起。啊，我进来。OK。最后一分钟，那是谁磕？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一百。我们弄衰啊，都是一百的。上面没有。再来，再来。还有地球的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旁边有一颗地球的，没了。没了啦，没了。上面有地球了。多少？一百，大部分都一百。300。300耶，还好我们拿到一个300的。快看了。拿回去了。我去。看一下我们多少。